Turnus， 光影议会的大主教，圣藤武士的战争领主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放肆，不得无礼，否则我的利刃会教会你礼仪。哦，和救了你主子一命的人就这样说话吗？你并不是为了救我而来，你找我到底何事？我们的神出尔反尔，剥夺了我们的特权。他是骗子 ，Atenas。我是骗子？那你全身除了谎言以外还剩下什么？机械心灵。到底要说什么 ，Alaric？哈达林的死亡舰队正在斯雷恩集结，准备发起全面入侵。我来提一笔交易，你帮我制造一个挑战统治权的机会，助我继任高阶领主。作为回报，我会让我的族人不再视你们为敌人。Phoenix， 快召集我的顾问，我们有大事要谈。啊 ，Atenas， 我觉得我在这里能更好地为你效命。另外，我想让 Alaric 能待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。让我们进来看一下。强大的灵能战士加入了我们的行列，你必须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。这变成红球对吧？我想想，我还是要这个吧，反正这些都可以改啊，以后还可以改。大主教，抱歉打扰你了，但是太阳核心的校尉技师 Terras 迫切想要见您。大主教，我想我找到了拯救我们人民的办法，正如 Zeratu 预见的那样，这个钥匙就是我们的拯救之道。请你说明。正如我们所见，钥匙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下一代的萨尔纳加找到它，并将之重组。在指引他们前往沃尔纳之后，他还能释放其中储存的能量，唤醒沉睡中的萨尔纳加。钥匙吸收各种能量并将其分配，基因、物质、信息、意识，对这个仪器来说，他们都是一样的。我现在明白了，这也是他进化 Kerrigan 的原理。钥匙抽出了使他成为刀锋女王的精华，之后这股能量又被用来从虚空中释放出 Amon。 如果我能找出控制钥匙的方法，我们就能用它将 Amon 从卡拉中剥离，拯救我们的人民。那么说，塞瑞图终归指引我们找到了希望。继续你的研究 ，Carax。我们与 Ama 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改一下。这个要用。这个不能改吗？
好，这样吧。虚空传送门已被封印，但一个更大的威胁浮现了。艾玛正在将我们的人民变成他的宿体。他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乌尔纳期间，释放了黄金舰队的全部战力。他正借我们的手，灭绝科普卢星区所有星球上的生命。我们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黄金舰队。但星区中仍有其他的 A 蒙仆从在肆虐。那我们现在赶紧行动，消灭他的外围力量。古代的进化者专为战争设计，如果能重新启动他们，我们就能建造一支大军，一举摧毁 A 蒙的所有异虫力量。前提是他们不会先对我们开火。那些进化者可没有忠诚和荣誉的概念。别争了，塔达林的死亡舰队才是你们的威胁。我一个人就可以挑战马拉什的领袖位置，让他的军队听我号令。别忘了莫比斯军团，据说他们在一处隐秘的基地培育一支混合体军队，可能现在就在进行生产。没错，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位置，就无法进攻。沃日苏，派你最精锐的黑暗圣堂武士前去侦察星区。Carex， 眼下你的精力必须全部放在钥匙上。我们未来几日的行动关乎着我们一族的存亡，阻止湮灭的到来是我们长子一族的责任。萨尔纳加已然消亡，乌尔纳中没留下任何救赎。有人说一卡一卡的，你换个线路试一下。我做了一个你们多数人都不会同意的决定，在与 Phoenix 相处的时间里，我得出了结论：只要有正确的指导，进化者项目就有可能重获新生。进化者无法被控制，这是历史的教训 ，Atanis。他们不需要控制，就像我一样，他们拥有自由的意志。我们没有足够的进化者矩阵来创造更多像 Phoenix 那样的。你该不会是想做出那种事吧？最初的进化者被安置在艾迪昂星星球的高空轨道，封存在他们的战舰塞布罗斯号。我从 Phoenix 身上看到，他们会成为极有价值的战士。也许最高议会误解了他们，将他们视为普通的机器人。而非骄傲的圣堂武士试图控制他们，然后他们反过来攻击他们的创造者。难道你不会反抗奴役你的人？我已征求了你们的意见，但我最后的决定是前往艾迪昂星，即刻动身。下方的发生器来解除它。我在地表上侦测出大量的异虫感染，它们不像是 Kerrigan 的虫群。 A 蒙的虫群果然没那么容易。我想重新激活塞普罗斯号。好，这一关里面我们可以造巨像。塞普罗斯号，进化者的要塞。
幸运的是 Amon 的爪牙尚无法穿透他的静止网。我现在进入了艾迪昂星的数据库，这个静止网被一套非常复杂的密码锁给封印住了，他们只能用一个特殊的装置来关闭，那就是麦加利斯。我这就开始让他恢复工作，以便能解开那些锁。他需要保护，这些丛林到处都是异种，那就把他们解决掉。大主教，我斗胆说一句，这座设施曾为帝国研制过强大的武器。啊，我听说过有关巨象的传闻，他们能攀越峭壁，从远处消灭敌人。让我们来瞧瞧他们对上异虫的效果如何。好好好，可以用巨象，他腿长啊，所以说可以无视一些地形。而且它是属于 AOE 伤害。异虫正从那个洞穴里蜂拥而出，如果我们攻击那些巨石，就能封住洞口。那这个射程就把他们玩死了。就像一旦有了射程，很屌的。进行授权，麦加利斯即刻准备就绪。大主教，我们会监控他的状态，一旦上线会立刻通知你。激活麦加利斯的系统需要稍许时间，他很快就可投入使用。与此同时，我升级了机械台用于制造巨像，你随时可以折阅他们，大主教。钱跟气都不够，出来耍一耍。哎呦，哎呦，观众打字三个周克华，妈的，为什么这个就是周克华了吗？猛的一逼，麦加利斯很快就会启动完成了，我们必须确保有足够数量的部队来保卫他。
哦，蟑螂有点硬的。麦加利斯已激活，我们必须确保他能安全抵达禁制所。把三个巨像可以屠城了，屠的这些小虫子妈妈都不认得。妈的，这虫子要被玩死了。到达第一个禁制所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，就会降到地表之下，处于安全状态。妈的，我把钱全都拿去造人口，反正现在就这三个巨像已经够玩了。前方的山谷越来越狭窄，孢子爬虫他们盘踞在山脊上，准备抵御炮火。我侦测到异虫的行动，战士们一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哎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还有雷兽！我们的利刃遭遇了敌人。哎，他们来了几只狗。麦加利斯就快解决这个禁制所了，我建议你做好下一步的行动部署。老子在上头，你干我呀！烧不死你。哎，但是怎么有会飞的东西？这是啥？他自己就在打。你确保第一块能源核心，正将其折跃上船。哦，我擦，狗屎运来了。哎呦，虚空之鱼他很多收集品真有趣，我相信居然不会提示。功能的能源核心会非常庞大，他们应该藏在山中的某处。如果我们的战士能将他们摧毁，就能夺取其中的太阳能碎片。传感器显示，第一个禁制所已被关闭，麦加利斯正移往下一个禁制所。妈的，干死你们！刚才有人打字说好汉架不住人多，这他们人多也架不住巨象凶猛啊。再来几个巨像是吧，我再造两个为二。
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我操！你凶？你干我！叫爸爸，快！快，巨象来了，叫爸爸！来叫爸爸！能回复的那个是护盾，它上面这条是能量，等于说你可以理解为它天生自带的防弹衣。然后他承受伤害自己会衰减。麦加利斯即将完成作业，很快就会继续移动。剩下6%，还能这样玩？麦加利斯现在正往第三个禁制所行进，中间已经被我屠城了，他可以安全行进了。反正只要不掉血，只是掉盾就还好，因为盾都可以毁的，血是不能毁的。除非有人类的农民来给他修一修，因为这个算是机械单位。哎呦我去，他长这样。啊啊，错了。妈的，干死你。是的，你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。哦，我把那个改了，它不能自动踩了。干得好，战士们！麦加利斯正在关闭第三个禁制所。要造点海盗船。等那边那三个巨象走过来。今日也是赴死之日，天空在召唤。荣耀是与准备战斗。我已就绪，天空就是我的。哎，尼玛，好恶心啊！这个。准备战斗，迅捷如风啊！终于干我！好，海盗船把他干死。妈的，六个巨响已经可以无视你地面了。
将被关闭，麦加利斯稍后会再次行进，以确保第二块能源核心。我会立刻着手进行研究。妈的不得了了，已经。我已就绪，天空在召唤。哦，海盗船还能让他们防御性的建筑不会攻击。我操，这是好东西、啊。你说再来几个，不是再来几个没必要，因为它体积大，你不能它再那个，它也不能同时攻击了。将异虫封在洞穴里，也如风。第三个禁制所已被关闭，麦加利斯正继续移动。我的读数显示，塞布罗斯号已有复苏迹象，还剩两个大主教。水晶塔遭到攻击。什么？水晶塔遭到攻击？啊，来来回回三只大屌插来插去，哎，就把他们搞定了。烧的这个，烧的这个大牛已经连他妈都不认得了，已经神志不清了。在前方洞穴内侦测到数量惊人的异虫，小心应对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他妈的把基地给他焊平。正在交战。哎哎，靠，我们要把这个封上，不然它一直会出东西出来。啊，这样就不会出东西了。你的战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今日便是赴死之日，你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。全使用相位链接，麦加利斯正在关闭第四个禁制锁。在麦加利斯和最后的禁制锁之间有一整座异虫巢群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杀出一条血路。哎呦！哎！准
飞龙什么鬼？好，海盗船。哎妈的，你再过来试试。接近完成，麦加利斯即将浮现。准备战斗。好了，又造了一堆，过来干死他们。刚才有人说有点像红警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，星际争霸二的制作团队里面有不少人其实就是原来做红警的那帮人。净制网还剩20%。等等，我侦测到附近有一重虫巢的活动，他们正在增援最后一处净制所。本身这个类型就战略类就是一个大类啊。你们注意到没有吗？那个维京战机是不是跟红警三里面那个天狗非常像吗？唯一不同的就是天狗它起降的话它是有 CD 的，所以他妈的能不像吗？那不像反倒不正常了呀。但是暴雪的游戏更讲究操作，红警的话更多是娱乐性比较强。妈的，干死你了。哎，一直有人说坦克新的土地模式，它新模式是什么样的嘛？你一直说的我很好奇。这个留给他自己焊吧，哎，我还是帮他焊一焊。我操太凶残了。有人说巅峰战是什么鬼？
的战场。我不知道巅峰战是什么鬼啊。最后一个静止锁被关闭了，静止网也消失了，我们成功了，赛博罗斯号脱离休眠了。召集艾尼昂星地表上的所有部队，我们要一举拿下赛博罗斯号。